看到大家回来，很精进用心的朝上进来了，累不累呀、啊？大家不累啊！虔诚的心，我相信不累。只要你有心，要付出，绝对是不累。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。你假如大家要问我现在累不累，我也要回答是什么？不累啊、哦，对，当然也是不累呀、啊。假如累了，我就要休息喽。那不累，因为呢，我甘愿做，欢喜受。是我甘愿的，就不累啊，因为是甘愿的，就会很虔诚，心无二志，一心一志，这都是50年来啦，同样的一念心啊，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到。但是呢，很多事呢都是有心灵障碍做不到。比如说，如数，在座各位呢，要真正的如数呢，可能也有重重的困难，有困难哦。假如呢，我们。普天之下，人人都跟大家回答的没有困难，而且能做得到的，那这天下就会减少灾难啦。因为呢，养畜业啦，的确呢是一种也是无形中，但是很严重的。污染啊，这污染大地，还有它的排气呢，也是污染空气啊，同时呢，每一天的沙叶很重，看不到的大空间的充满了森林啊。这被杀的那一刹那的恨啊仇啊，应该大家也知道，我会为什么常常说坐来炖，我们要做的呢，要坐来炖鸡了，不要呢是坐来弥补的，不是坐来弥补的，是该做的，我们分内是应该做的啊。不要等到、哦啊、有事了才去找如何来解开这样的冤孽、哦、我们真正的平常该做的事就是要做啊，造福啊，天福啊，那这个增长我们的福缘，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啊。所以大家用心，又看到了河南这样的个案啊，也是很感动啊，感动的那一位马先生，自己身体呢移动这么的困难啊，他还要照顾母亲，还要照顾父亲啊，这实在是哦。很令人心痛啊，不忍心啊，好在啊，生命中的贵人那可以来帮助他们哦，啊，去帮助他清理家庭，还要呢帮他们洗洗澡啊，老人家呢不知道多久呢没有出来看过天日啊，
慈济人的爱，帮助他们清理他的身体，就如一佛一样啊。我们用佛心看人，人人都是佛啊。看到了，洗好了，老太太呢，换人的不同的一个人出来了，还要呢，看到他们呐、为他铺路，这多么美好啊！这一铺呢，他们呐、进出呢，就安全多了，好走的路啊！各位菩萨，我好敬佩你们呐、一看了就感觉到每一位菩萨呢，从你们的身体上发挥出来的力量，就是很令人感动，值得敬爱。那这一分呢，值得人敬爱的是这一念心。我们身外的道路坎坎坷坷，可以这样的力量，众人的力量把它铺出来。我们心灵的道路呢，要自己铺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心路铺平，铺平了自己的心路跟大家分享，也把这样的方法让人人呢自我铺平自己的心路，这样的心路，人人平坦的心路呢，汇合起来，就是一条呢菩提大道直的路，那直通到了苦难众生的地方去，去为他们的生命中的贵人，这样关关苦难人呐、菩萨呢关关帮助他，引导他，关关通过，往前走过的，那就是佛陀的道路。所以要有佛的因呐、这个佛的因是我们的心灵，心灵的真如本性，我们要这个真如本性呢，这个因子啊，要把它提升起来。那世间的这样的因缘，借种这样的因缘，我们要赶快去结好缘啊。这么大的强烈的台风啊，台东屋受损的不少，这在我们的救灾应该就是要赶快去送出啦祝福金。假如他经济还不错，他就会啊感恩啦、我再回捐。回捐呢，我们总是呢还要再开收据给他，支出啦都要分明。我们救灾的已经呢从我们的手中付出去，对方的手已经接过去了，后来他还要呢回捐过来，就等于他捐的代替他呢造福，这也都是呢表达他一份的诚意，让他呢有机会也来造福，有机会造福啊！我们现在就是要接引呢，懂得造福的人，都跟他们多接触啊！这都是我们要表达的哦。那将来你们呢，也都是呢，在人间菩萨该付出的，总是要付出。那么我们要多人间菩萨要多招生。点滴呢汇聚起来，那积少成多也可以付出，期待大家呢要坚定信心啊。
我们行善行行孝不能等，而且呢，行善呢、要广招来众，更多的善心，更多的好人，那么你的地方呢，一定就会更平安。这都是佛陀来人间呢、教导了我们，我们的虔诚不只是来朝山的时刻虔诚，是要把这一份虔诚的心就放在心里，日日虔诚，人人虔诚，世世虔诚，这样才是真的虔诚的心。